可以帮我做一个吓到的表情吗？哇一下吗？1、2、3。没有科技，这是韩国泡菜是？没有，这是台湾的。好，要先吃哪个？等一下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Hello， 我是来自韩国的章鱼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来宾，他其实已经在我旁边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最喜欢参加吃饭的节目，晚餐又可以省下来。你知道我是韩国人吗？你为什么叫章鱼？今天要跟我们的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科比，这样子感觉很没有礼貌，还好吗？对，很有礼貌。真的，我的学生都叫科比。我今天跟科比吃台湾的美食。请问柯P先生有吃过台湾美食吗？我们台湾不太多了，看你是要闽南的，还是要客家的，还是要……因为台湾这个国家其实有名于美食，国人对台湾的饮食都蛮关注的。每个国家都有美食的、啊，韩国的美食啊，我们台湾的美食啊。可是我觉得韩国算是比较音乐啊，时尚比较。还有那里面有人参鸡，韩国的筷子都很扁，难用，我又提过来这个。哪一门子都无法理解啊、哦！我应该今天拿扁块才对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想不通那个怎么夹嘛。韩国人认识的饮食其实只有鸡排啊、珍珠奶茶、什么咸酥鸡啊、卤肉饭、牛肉面、卤拉煎。韩国人其实对一个美食是比较排斥。今天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美食。今天的美食叫臭豆腐。你有吃过臭豆腐吗？我没有、啊。应该欧美人至少会怕，韩国人总会怕。韩国人也很怕。然后臭豆腐，你知道有哪一种吗？坦白讲，我不晓得。真的吗？臭豆腐，普通臭、很臭还是什么？那你知道有炸的？炸的我知道啊。也有卤的。卤的有。喜欢吃臭豆腐啊？请问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肚子饿什么都好吃。还有不要钱的我都很喜欢。那你最喜欢的台湾的美食是？其实我喜欢吃蚵仔煎，还有新竹贡丸。我们今天先吃吃看三种臭豆腐，然后。可以帮我做一个吓到的表情吗？哇一下吗？1、2、3。没有科技，这是韩国泡菜是？没有，这是台湾的。好，要先吃哪个？等一下，一起吃，一起吃，先吃这家的来。突然想到，臭豆腐从来没有配饭，都是直接吃而已。这个酸菜是跟你们韩国的一样不一样？这个比较甜。我怎么感觉它没有很臭？泡菜哦，就把味道冲洗，然后那个臭豆腐就不会很臭。这里面有加糖，还有最后一个里面是最喜欢吃这个。给你这个东西，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那个坐飞机的时候要睡觉用。可是今天我们不要睡觉。坐飞机的时候要睡觉，我就把它带起来。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盲猜。盲猜或是盲猜，盲猜没有摸的。对，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项啊，输的人要吃超辣臭豆腐，你敢吃辣吗？妹都帮你们准备一张湿纸巾，好，你先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这是那个冬瓜，这个哈密什么？哈密瓜没那么大。这个是冬瓜吗？是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哇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不要乱叫乱叫！这是什么？那保证是活，不是活的吧？哦，这个不是我的。这可以捏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知道了。3、2。啊，我大概知道了。知道啊。好。来。凤梨酥。我也猜凤梨酥。那就是了。凤梨酥。
都撒出来。其实哦，来下一个换你先，让你先。我很害怕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咦，你这个很高哎、欸，这个很高，这个啊 ，OK OK OK。然后 OK， 我知道你不知道。这个韩国没有。第二站，豆芽菜。呀、yeah! ，这个是豆芽菜。好了吗？好，吃。你不要，你不要一直叫，我被你弄，很像那个港菜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咦，一种菜，不同菜。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咸菜。骗的，不是。不是菜，这不是菜，这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这柠檬。哈哈哈。我知道啊。你有看吧？没有。恭喜柯P先生获胜。没有。那快吃了，一起吃好了。你要一起吃吗？一起吃好了。加一个这蘸酱来吃的，蘸多。对，蘸酱这样子。这是超辣的，超辣酱。对，要蘸很多这样子。才会超辣，然后喝下去。还好。这个有辣吗？没有。还好。不辣。你们韩国人还怕辣，很搞笑。我不敢吃这个、欸。第二个是你会吃饭会很快，我想都很快啊。对，所以我们来比赛谁吃比较快，速速吃速食水饺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吃完了。你怎么会跟我比赛这个项目？你不找死吗？太不能呼吸。第一次，他一次就差两个赞，因为这样你一个一个吃速度比较，会差两个，他很吞下去，他最后的时候是吧？阿里郎阿拉，阿里郎阿拉里哟，我跳了。你怎么这？起来爬爬坡顶山。关你赞叹的 Wonderful Girl。Wonderful Girl 是什么 ？Wonderful Girl。Wonderful Girl。Wonderful Girl。嗯，是 Wonder。对对对 ，Wonder Girls。来，终于不是吃的了。你有吃饱吗？非常饱。来，我今天为了你准备了一些问题，因为我是韩国人。啊。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韩国人，是吗？对，안녕하세요，他什么？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저는，好、哦，算了，讲几句。先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去过韩国？有，过两次，汉城，首尔，现在叫首尔。你那时候有去吃美食吗？有啊。好吃吗？普通哎，上次叫我去吃那个人参鸡啊，结果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在研究那个筷子怎么夹。会喜欢看那种韩国的明星吗？坦白讲，我都没有什么看。那我想。对的，李多惠。李多惠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你们韩国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李多惠。你是李多惠？我都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每次看 YouTube， 它都自动推播到前面。所以你是喜欢看棒球那种？我不是喜欢看棒球，我只是喜欢看李多惠。然后第二个，那你有没有特殊的爱好？读书啊，我很喜欢读书啊。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？邓威的《我是不是我的我》。哇，真的？那因为你是医生吧，也是政治家。我不是政治家，我是打工的。打工的会不会有隐藏的技能？对啊，骑脚踏车。尝试吗？不是吗？对啊，骑一公里叫普通技能，那个可以骑500公里，那个叫特殊技能。台湾的最北端到台湾的最南端，是我最喜欢。那你会喜欢那种美容有关的东西？不会。你知道韩国最近很流行那种韩流吧？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一定要选一个韩国流行的发型的话，你会想要做哪一种头？第一种，这个叫逗号发型，因为很像条幅太长了，不好洗。来，第二个是，噔噔，这个更长，这个保养太困难了。
不是很帅耶，就每天看你每天为了梳这个头要花多少时间？哎，反正你还要浪费时间的，我都不好。这个短一点，这比较好洗。你的标准是好不好洗吗？你那个头，你看看，那人家那么长，人家在你说算了算了。我也选这个，这个吗？对，比较方便。那这三个里面，你觉得谁最像你？最像，有没有裴永俊的？很多人应该觉得你是很厉害的人吧，因为是医生，又是打工的人，所以你有个人觉得自己的弱点是什么？记人脸的能力很差。嗯，我现在看过你哦，保证一定记不清。完蛋，我要在上面写真。你什么话都记不清，人脸都很难记。那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张宇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柯P先生来到这里。你觉得今天臭豆腐算是你、哦、吃得很饱？ No， 省了我们的晚餐。晚餐不用吃了。对，以后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好好工作。这个因为叫同是天涯沦落的相逢，何必曾相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给你吃。你有投票权？没有投票权。还要少了一票。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帮我大家按赞订阅按小铃铛，谢谢，拜拜。可以拜拜吗？拜拜。可以嗨一点的拜拜吗？拜拜。耶、yeah! OK， 中文还不错。是吗？谢谢谢谢。你讲中文不会被认出来。对，其实我很少被认出来。人家不也是长得台湾人很像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